嚟啦啦，话七二三啊！今期公主连结嘅打战队战嘅呢个系八月份嘅啦。咁有而家打紧呢一只系好似孔雀嘅嘢。OK， 咁我哋首先入咗去先。我已经打过模拟战噶啦，都唔错嘅今次嘅成绩啊。希望呢个正式战嘅发挥都会有差唔多嘅啦。咁呢一个咧，上次听咗啲留言嘅建议啊，就话破防唔系好够啊，所以今次咧就专登啊将我哋嘅月月都升埋上嚟啊，咁个破防就会啊再多少少啦，咁希望佢打出嚟嗰个伤害就会高翻啲啦。好似真系有效果喎，而家睇上去都已经几高伤害咯。好只王打落嚟咧，暂时都唔痛嘅。OK 喎，真係啊，一分钟已经有200万嘅输出喎。今次可以期待一下究竟有几多啦，同埋希望呢个黑种可以下下都暴击啦。呢度有两个六星咯，物队嘅话呢感觉上係会可以嗰、那个配搭会多啲啊，你可以借人哋嘅角色。如果话法队嘅话呢，新年黑猫，因为我自己又冇啦。咁你借人嚟嘅，跟住要手动咧，我唔系好识用嗰、那个即系黑猫刀，真系唔识，所以就唯有 auto mode 咁样打啦。所以就算我出法队，我应该都唔系出呢个新年黑猫队嘅。好啦，咁啊最后剩翻呢个10秒钟，睇下点样啦。快啲嗱林发多两个 UB， 哎呀发唔到，唔紧要啦，都唔错啦今次啊。今次的成绩是710几万，哎几好啊，比上一次又多了啦。这个是物队打出来的成绩啦。看看个伤害报告。果然是有破防的感觉就会再提升了啦。好啦，然后下面那只呢就是生咁个样嘅。咁我今次仲发队打啦，咁我借咗人嚟嘅永克。好去啦，咁呢一队咧就净系带咗走鬼喺前面挡嘅啫，感觉上佢都系个伤害都唔高嘅，咁走鬼一个人补应该都 OK 嘅。不过走鬼嘅 TB 就不停咁俾人吸走咗。所以他应该开不到 UB 的，我想。那不要紧啦，我们看看个情况怎样。他开不到，即是后面都开到的。那看到后面的输出都是没被人影响的啦。啊，他终于开到 UB 啦。因为呢只王都是魔攻嘅，咁啊走鬼个盾咧，如果开到话都应该可以挡到一挡到一下攻击嘅。嗯，好啦，都过咗400万啦，我觉得都 OK 嘅。睇下仲可唔可以揿埋永克嗰个技能 ？OK， 可以。嗯 ，OK， 收货啦。哎呀，差少少啊，佢差60000几就打完啦，唔紧要啦，交俾我哋伟大嘅同伴去打啦。好啦，然后到呢只就系今次嘅 boss 啦。咁今次我哋借咗人嚟嘅六星灵啦，因为我手头上物队嗰个人数都唔多啦。果然分开借好啲噶，大家尽量都系将自己嘅角色咧，同你朋友即系有啲系帮手协同嗰啲咧一样嘅角色咧，你就分开嚟用。咁你两队物队咧就可以拆开唔同嘅角色啦。咁啱啱我好似系借咗人哋嗰只月月啊嘛，而家就可以用翻自己只月月啦。跟住打千哥啦，千哥就有精灵可以保护下我哋嘅。咁而家呢个伤害应该就对我哋就唔算太大威胁嘅，同埋千哥都系加工啦。
跟住呢个新年入和就加下爆击嘅，咁另外嗰啲就系、是、粤语就破防啦，咁另外就系输出啦。嗯，感觉都唔错，但应该就打唔到，即系打唔完佢啦。佢仲有几多万啊？仲有30几万，得唔得咧？诶、欸，打完咗，啱啱嗰下 UB 出嚟之后就打完咗。OK， 咁我应该仲有秒数剩嘅，咁仲有32秒剩，咁我用埋打下一只啦。咁呢只就系熟悉嘅飞龙哥啦。咁因为都冇其他角色啦，咁啊就用呢对打啦。不过得翻20几秒咧，其实应该就打唔到咩伤害噶啦。咁啊唔紧要啦，就系、是、纯粹用咗呢一次嘅保留时间，然后等听日嘅战队战就再努力啦。都 OK 嘅，都要开咗2个 UB 咁样啦。咁最后打出嚟咧就150万，都算咁上下啦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